OK，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个公仔，它叫野原广志，它是第二弹系列。第一弹呢，这边有，第一弹其实台湾代理的是这两只，西跟猪，然后一开始也是出这两只，然后以前买得到的话，最初装是西这一只，然后很热卖，然后写真家是米化玉玉郎，然后还有造型师。对，然后这是第二弹，第二弹才会出 AB。然后我们现在拆封看看背面，超帅的。然后如果是正版的话，它后面就会有，它这个打开之后一定会有这个编号。然后这个。也可以当参考资料。然后它有底座，然后连接的一个花束在这里，然后广志哥。然后还有它的身体、脚，OK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看一下好了，这样总共是一二三四五个配件，包含底座。我们现在打开，首先呢，我们看到广志这个姿势好像有点娘呢，这应该是外套的，OK。我们先放旁边，接下来拆这个。它材质吗？皮鞋。屁股，俊俏的屁股，然后上半身有点胡渣，然后小啾啾，手表我看一下有没有几点，12点整，很好，细节就做得很好了，但直接装上去。太高，先放旁边。然后玫瑰花束，对不到焦。一直对到广志去，广志太帅了，先放旁边。有了，要上看几朵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11朵。嗯，一般来讲是12朵，送花是送12朵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真的11呢，吼。OK，好，先放旁边。这一件应该是广志的外套了。神帅的外套，噔噔，它粘在后面的，等下再看看。哦，肩膀上有个洞，刚刚都没发现。它应该是要先勾着，然后插下去。勾着，OK。
没有错。然后我们最后面的话是底盘，上面有写字，2018 Made in China，底盘还玻亮。然后我们把底座装上去。嗯，你装错边了。然后花束，OK，超帅的广志完成啦、啊！有人会把这个玫瑰花束啊换成那个刀，还蛮多的，可以去找看看。好，今天介绍到此结束，谢谢您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点一下赞哦，谢谢。